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做客。宽和茶园来欣赏相声，有时间麻花您上我们不一定就是麻花宽和茶园来开个心，欢迎您到宽和茶园欣赏相声，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，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，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去听相声，到那里去找一些欢乐。宽和茶园听相声，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。刚才是刘星啊，对，和这王德阳表演的大相面，咱们说的不错，特别好。为什么呢？站我这边的叫刘星啊，对，人有生活，有什么生活？生活当中他就爱给人算命。哎，在后台，在到大马路上，他说是吧？去什么 KTV 呀，什么酒吧呀，看人单身小姑娘坐在那儿喝啤酒呢，就过去了，我来给你算算命。他给人家一算命啊，过来了。你这个手相啊，你这个手相啊，我给你吵流氓啊，这是，就真是，真是，对，真是。后来外号臭流氓嘛，这行业你至今单身，你看这种人算命算的，说的不错，嗯，是不是？今天来了来了不少啊。都来支持我们看听说相声，对，那这位美女啊，受了伤害过来听我们说相声，是吧？谢谢。您别等哥俩上台，谢谢文宝的真好，送了一份祝福。愿在座的各位生活欢畅，事事吉祥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当当，赶明儿能吃上班钱，万寿无疆。谢谢老师。有认识的，不认识的。哥俩上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应该我呢是宽和茶社的青年相声演员，我叫庄子，此处可以有掌声。现在几步还算，你那还算哎，又要掌声，这不是要掌声，大伙捧咱来的。下面呢，我沉痛的介绍一下身边的。我这还美呢，这个沉痛的介绍我，人都说嘛，我得沉痛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来宾隆重，错误不相当，什么话？我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身边停着那位，那是你说的没有耳朵？你怎么了？你这嘴就有毛病。什么叫停着那位？那怎么说？站着那位？你这站着跟停着差不多。站着那位行吗？啊，行，站着这位。哎，是我高老师，不用说，相声说的好，相声说的真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说相声说为什么好？就像我们相声界有一位前辈，叫马志明，哎，少马爷，哎，您人家相声说的为什么好？为什么？人家父亲是马三立，老相声表演艺术家，说相声。还有一位老前辈，谁？叫侯耀文。侯三立，人家相声说的为什么好？为什么呀？人家父亲是侯宝林，大师，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还有我们今天后台有一位老先生，谁？王文林。哦，王老师，人家相声说的好，为什么呀？人家父亲王长友，相声大师，相声大师说相声。高老师相声说的好啊，他的父亲不是等等会儿没拦住啊，拍不着。我爸爸可不是说相声，对。你爸爸是听相声，你大哥是多多厉害的，说您相声说得好，打小学是不是？倒是这么大开始学习相声，人吹吹儿子，小子这么大开始学习相声，这么大不行，你再大点啊！那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就行了。对对对对，我都是听着比划。这么着啊，对对，开始学一下。但是啊，各位，您上一啊，高志伟高老师，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啊？长得令人模样。近亲结婚的产物。哎呀哎呀，没有这模样。你像我，往这一站，照这发型，照这扯这儿啊，帅吧？是。我拦你一句啊，你这么说你不亏心吗？亏什么心呢？你往这一站你就没精神，这不都这么站着吗？那你就没精神，干嘛这个？小伙子，朝气蓬勃，
有能治，能治我这个，能治，能治，看不见，我一想就立马就去。嗯，您琢磨吗？嗯，都是这样。相声演员说站在台上，光精神就够了吗？够远远不够。为什么呀？嘴里有功底，对不对？嘴里干净，不能有毛病。什么咬舌、见舌、吐字不真、发音不准，这都说不了相声。这有什么说不了相声的呀？你看，咱们平时练功有这么几句话：闲来没事儿逛小市，花二百二买头小肥猪，滋滋喝水，哥哥吃肉，鸡翔。嘴里有毛病，说这个，那怎么了？你说这样，嗯，闲来没事问两句，花二百二买头小肥猪，滋滋喝水，哥哥吃肉，鸡翔喉，真不应该讲呀，怎么着？梗啊！就这个节奏，就这个行，说不了相声。嗯，最近我发现了啊，还有一种语言习惯也说不了相声，什么呀？结语，结语是什么呀？咱北京话管结语叫结巴磕子啊，就是口吃。哎，口吃，但是啊，人家是一种语言习惯，它不是一种病，所以呢，千万您拿人开玩笑。对，就是说今天在场的所有朋友，是不是？您但凡真是有口吃的，您不是外人啊。那是谁？您是我大爷。有一位口吃的大爷，您是我大爷。有两位，您是我俩大爷。有三位，有四位，嗯，您是我四个大爷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要是有八位的，我与你四个，与我四个像话，虽然这个讨厌，你仨子呢，四个呢，八个呢，这有那么多吗？你要就是讨厌，八个大小嘴儿吧，我这想着，对，让你相亲，对呀、啊，别讨厌，就说了，别拿人家开玩笑。嗯，但是最近呢，我就研究这个结语啊，分着呢三种，这口吃分三种。有这个前结巴，前后结巴，再有呢就是这个中间结巴。我这等会儿，我这脑子有点慢。这前结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前结巴，嗯，第一个字说不出来，说出第一个字后一马平川。你看咱北京人从哪找我这么一句话啊？您吃饭了吗？都这样，都是说啊。前结巴你说费了劲了。怎么说呀？你说这样的，您。住平房，应该住平房啊！住平房，一出门胡同口几个半大小子，哟，
一着急啊，冲着儿媳妇一过耳朵，